你上到哪了？那我开始来。那啥，危险！没砸死你，要不是听信你的鬼话，我也不会一无所有。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活该。那些被你伤害过的姑娘，就应该一把土一把土把你活埋了。要不是因为你和顾思雨联手，我也不会身败名裂。你是怎么知道林欣然和顾思雨联手的？是谁告诉你的？那个人看起来很透了林欣然，后面他有的受了。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我们已经报警了，你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。进。江夏，身手不错啊，要是没有他保护你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先走了。你怎么样啊？哎，太大问题，只是伤口有点深，需要再住院观察几天。恢复快的话，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。但回去后发现任何的不舒服，一定要及时来医院复诊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江夏，你醒了，感觉好些吗？还疼不疼？还行。哎，你别动，躺好，躺好，别动。你也真是的，明明自己受伤了还要去抓人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危险？当时想不了那么多了，你先想把他抓住。你是不是也觉得那个人是李俊伟？嗯。说了别动了。反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以后都不许你这样冒险了。你要是有什么事，那我要怎么办？还小。时间不早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，回家吧。你叫我怎么上班？你自己躺好，我去给你拿药。你早点休息吧。欣然，今天的事我想要跟你讲。我不想听今天的事，我去给江夏拿药。
形容。